愿意接受被死亡分开，但不接受被胆怯分开。我告诉你，我也一样。那我不接受每天好像被看护、被照顾，提心吊胆、谨小慎微的活着。那就是你说的冒险。对我来说算是吧，我从来没吃过辣火锅。医生说你要注意饮食，你这个重油重盐的能行吗？你怕我会翘辫子？没事儿，就一顿啊。你好，先生，是两位吗？哎，对，这边有位置。好，跟我来吧。走走走。来，谢谢啊。哎，咱们这边要什么锅底？有微辣、中辣、魔鬼辣。魔鬼辣，你疯了！我也许这一辈子就吃这么一顿辣火锅了，我当然要挑战最辣的。哎，那有什么好吃的？我们店脑花、鸭肠、虾滑、腰片，还有一些新鲜的素菜都不错。那你说的都来一份好了。好嘞，不够我再加点啊。好，谢谢啊。你不能不在意自己的身体。王一梅，如果你可以接受被死亡分开，但不接受被胆怯分开，我告诉你，我也一样。我可以接受自己像正常人一样活着，正常做你男朋友，但我不接受每天好像被看护、被照顾，提心吊胆、谨小慎微的活着，你明白吗？你知道怎么办调料？真是魔鬼辣！你知道吗？我听人家说啊，有时候辣不是一种味觉，而是一种痛觉。